我有啊，一台车在六楼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刚才不是有过了，你慢一慢。26岁了。是啊，26哦，26是你。大家看是什么？哇，什么东西？愚人巨臀。今年大家说人的生日礼物。啊？9月7跟30。我们要去玩。什么东西？我们去愚人要出去玩呢。我们愚人要出去。然后为什么在我生日的时候公布？红红哎，那时候拍摄公布。我们要去澎湖，但是呢，下个状况，李尚先生，那知道，如果李尚没有来怎么办？大家一个都不能少，真的。那平已经少一个了，所以一个都不能少。我们是566，566，好听，好听。妹子，赶快过来！我准备好了。珍惜得过。对。我把衣服全部扣起来。给我拉开啊！哎，不是不是，不必要吧？做早做，做一个太猥亵。我下麦，要剪掉了。我们感情不好。喂，哎，你们闹不和了？为什么一个员工旅游只有没跟上一个组的陪程？对没？他们真的没跟上。他们没跟上。对。那我们真的都要等他们。我等你。哎，对。到了，到了。没有人接你啊？对啊，我来，我来。好，你来接我，你来接我。太厉害了！愚人时代。哦。林静这边，林静这边。你是愚人时代的那个提款机。哎，出来玩怎么死气沉沉的？对，你拍他，他快饿死。你先说为什么你不高兴？你要先说。为什么？那为什么你很饿？他饿了。为什么你到了午餐时间你还不能吃饭？为什么？谁害的？谁害的？医生。医生害的。那现在洗了红，你快点讲两个笑话。饿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尽我所能的红了。大家就是倪尚本人，就是非常不争气的，睡过头的，所以跟愚人的大家们错过了飞机，所以只好自己搭下一班。感觉有自己出国的感觉了。来了，来了，你也来。你怎么是彭彭？李尚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。我今天一个男生来玩，我也是，真假的？我想你去喝酒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先进去。你坐这先。对啊，扯了。下跪，快下跪。谁来了？你来哄我，好巧哦！你来哄我，真的就哄他一下。他生气了，他生气半小时。他刚吃完东西，他吃完了吧？超爽。那是上午茶，人家早上不是要大声没礼貌，我就大声讲，超没礼貌。我还是被晒到，我还是被晒，我还是被晒。首次的员工旅游啊！你看，
六个人现在剩四个，为什么呢？又一个，刚刚那个，又一个，记得。啊！太爽了，太爽了！太爽了！对，跟你们讲一下，这个故事是这样，就是在澎湖啊，有很多海滩，只有这个是没有人玩的，很少看到有你玩这么开心。喜德在我们员工旅游的前一天呢，被女朋友分手，是被戴绿帽，对，被劈腿，对。然后，好了，保重了，好不好？对，那我们今天还少一位，我们这个澎湖算是多事之秋，品瑜就因为他有工作，他没有办法。然后霓裳呢，直接误了一班飞机，自己买票在追人。那我们还是要来拍个合照，要，但是不可以少你。应该奉旨啊！哎、欸，你根本随身携带，要用捧的。感觉整个大反光。Oh my god！ 多久成功？哎、欸，每天都带着吧。超黄的啦。好啦，不然换另外一张，另外一张是修过的。还有，帅帅。哎、欸，喜德全身都湿了，你确定要捧的？拉长了这样。你他鼻子怎么？发什么病？太湿了，你鼻子直接他被打一拳呢！就叫你来玩吧。好，我们这个澎湖行，希望大家这个四天玩的愉快，耶！耶！再相信爱情。这个一些，小曼，你学他，学他，你中，快点，你中摔沙子。你弄死之前都没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没有、欸。一发一时间。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总用别人的、啊？换我。欢迎收看一发一时间第三集。刚你们两个逃过一劫，所以先换你们。While was dead， 好，你看这个快小笼包，快小笼包，色的，它是一发一，一秒收大家笑，快点，一招，不要，蛋壳啊。就继续这样没关系啊，然后我就看组的时候才要跟我讲话。辛苦旅游饭店。那我们来到哪里？他跟我原味。刚刚他们的那个民宿的那个哥哥就跟我说，晚上要吃什么，然后我就给他看菜单，他说好像有听过，根本没听过。那个我可以说改变的话，他会说这个表演最后要剪掉了。这个表演请给分。需要解决。负一。没事哦。因为我昨天不是，今天是表演。再见。OK， 现在是澎湖第一天的晚餐。我今天是吃鲜蚵的。那你现在吃一个鲜蚵，然后你要有一种冰冰丢，冰冰丢。这个晚上会冰冰丢。三、二、一，走的。表演来。冰冰丢。冰冰丢，快点。被当被当，学姐来示范一次，叫冰雕来。这有新歌认识，这有新歌。学姐，我示范一次。好，三二一，来镜头这边，镜头。刚什么姿势？红干，过关了，过关了。欢喜的学长吗？对，学长。来一个新歌的大表演。大表演。走的。好吃到哭，好吃到哭。我从冰冰丢，冰到哭了。其实你刚才表演都在脚，脚一直在动，是上半身没有东西了。那你一直在动脚。镜头好，那再来一个，一发一。为什么每个鸟都不一样？当然了。吓坏你。第一名。他最影响到大家的一个表演。第一名。OK。现在是丹力带我们来的。就是晚上的景点，他说这边属于阿峰要躲，你知道你拍到现在，你没有拍到明明，你是拍到明明在哪里？拍到现在明明完全没有。明明在哪里？好，我看到。走过彩虹桥的人都会怎么样？大实力。走过彩虹桥的人都会很累，因为那真的很长。最好笑，那我来一个，来一个，给我。好，走过彩虹桥人都会怎么样？好小，好，换我来一个。等一下，这是酒后大实力了吧？换我来一个。
过彩虹桥的人都会怎么样？小梦都会唱七彩霓虹的。那唱一次。大家要看，看，要看，一惊要一惊。他不敢往他肚子摆嘛？他就还没走过，他怎么会唱、啊？我再听好不好？再听好。这一点，这一点，红潮的人会怎么样？浪费浪费我的手机记忆体。你上你在干嘛？在帮小猫打。裙子走光，走光了。喂，不可能给观众福利耶。那彩虹感，彩虹感，你给我彩虹感。哎，彩虹感，彩虹感，你讲彩虹感，彩虹感。彩虹感。这个，这个来。故事讲，等等，就很久很久以前了。这边住，有一对情侣，然后他们就来这个港口玩。然后到了港口以后，他们进到了一个很神秘的船舱。有点就是更湿了。哎呦，盖了这个彩虹桥，浪漫，好浪漫，不可怕了。加油！是三个人盖吗？三个人一起，他们三个人一起盖，一直纪念他们三个人的爱情。Yeah， 我没有那么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们一直长大了，我儿子成年了，其实我儿子长大了。结婚了，刚刚那个他交了三个女朋友了。刚刚是别坐在地上吗？要多久？不是，我把那个把那个等一下，那你去帮一下。不，我先保持住。好，来啊！抱个屁！我觉得他手会断掉。等一等。哇！你们到底要多爱玩荡秋千？超爱。这是那个吗？什么？可以边荡秋千边洗头啊！工伤小，不好意思，为什么要洗头？好厉害哦！哎，太为难发型师了，太为难发型师了。用到我眼睛了啦！谁用到我？而且你这样用，肩膀衣服全湿了吧？衣服已经全湿了吧？等一下，帮你服务的人他是怎么跳？他是怎么移到上面？我这样我跟我学生。哎，洗头啊！我要帮你洗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游戏环节，就是这两个参赛者喜德跟丹利呢被转十秒后要攀岩上去，看谁第一名。Yes， 我不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三、二、一，你上帮我们停了。提早时间。提早，对，快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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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要自己找时间下去，找一个 match 的时间。他去哪里？小心你！现在他们在澎湖的这个彩虹桥旁边的公园玩，然后我有点不懂，就是我花钱带大家来玩这个澎湖员工旅游，然后他们在公园玩这么开心，什么意思？现在还在比赛。你是幼儿园的、啊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你是幼儿园的。幼儿园的。真的啊，你都很常来这边玩，对不对？真的哦。有啊。屁股是会灼伤的。他怎么那么厉害？啊，丹尼，你为什么要在背后写一个字？你的背后的汗已经写出一个 T 哦。太丑了，你已经拍一个 T 走下来的。我帮你进而挑战滑草地。小心小孩们，什么意思？怎么怕成这样？你有尝完这个吗？这个很可怕，弟弟，等一下，等我弟弟。我靠！
你不要跟他们混成一片吧。你汗流成这样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这是小朋友哪来的活力。你看对比他们，我来对比他们，我来之前他们已经在这边三个小时了，但现在我长这样，他们还在玩。叔叔，叔叔，你看一下孩子，而且孩子一滴汗都没有流，你看。不可能！谢谢老板。吓坏了。